大家知道2022年是个什么年吗？不知道的赶紧收藏。2022年是虎年，这一年是体育年，冬奥会、亚运会、大运会好戏连台。2022年是我国空间站建设，将完成问天、梦天等任务。2022年还将迎来党的20大。2022年必将是我国腾飞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